世界中国训5月15日，李冰冰白 T 开叉裤现身北京机场，走路兜风，时尚又帅气。李冰冰戴着墨镜一路聊语音，帅气十足。5月15日是李冰冰的妹妹李雪的生日，李冰冰工作室发祝福说道：“我们的大家长学姐生日快乐。”李冰冰也转发说道：“生日快乐，老妹儿，不好意思，你过生日我还带着老爸老妈出去玩，把你一个人扔家里过生日了。”对于自己带着父母出去玩，只留妹妹和工作室的伙伴过生日，非常愧疚。照片中，李雪闭起眼睛，虔诚的许愿，希望一家人可以平安喜乐，幸福美满。前几天，因为有谣言说李冰冰和妹妹李雪在工作上有分歧，姐妹两个不和。现在看来，姐妹两个好着呢。李雪全程笑面如花，非常的开心。不得不说，姐妹两个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啊。李冰冰已经45岁了，但是还是面容姣好似少女，妹妹也是一样的青春靓丽。大家都知道李雪是李冰冰的经纪人，可以看得出来李冰冰和妹妹李雪的感情一直都非常的好。